哇！他这就是今天介绍的时候说一号的时候，然后是舞蹈老师，然后后来看照片了，他就说他就很喜欢一号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瑶，来自吉林长春，今年25周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人在江湖飘，难免不中招。择偶标准不算太高，好打你就来，跟我一对一单挑。哦，我是李瑶，今年25岁，一个从高中开始就承受着比别人大几码困扰的1.72女生。为了能够随时买到适合自己身高的大码服装和鞋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出国留学。我2013年高中毕业，就考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，学习精算专业。到了美国，我不仅能轻松买到漂亮的40码的高跟鞋，还体验非常丰富的生活。参加社团，大三就做到了华人社团的主席，去参与公益活动，搞街头行为艺术，去看话剧，看画展。总之，我是一个喜欢体验不同生活的女生。所以毕业之后，我没有像其他同专业的同学那样去做更赚钱的金融投资行业，而是选择了一家出国留学咨询公司做销售负责人，去接触和学习更多我不知道的领域。生活中，我喜欢一切跟文艺和小众有关的东西。这个呢，是我从美国背来的黑胶唱片机。然后我平常呢，也很喜欢听黑胶唱片。我喜欢从各个地方淘唱片。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二手的，它是 Derek and the Dominos 的这个乐队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像布丁山的原版碟，当然还有我比较喜欢的 Beatles。我觉得用黑胶听蔡琴啊、李宗盛的老歌更有韵味，听的摇滚更带感。我找对象呢，不太想有太多物质条件上的条条框框的捆绑。我的条件呢，就是现在月薪15000左右，长春本地人，家里给买的房子。至于男朋友的情况呢，跟我差不多就行。学历不要求一定也是留学回来的，哪怕你是大专毕业，一定要有一技之长。我还是个声控，喜欢说话声音好听、唱歌好听的人，但凡有才华的男生都特别吸引我。来，一号王翰啊。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会跳新疆舞吗？我只会这个。来一段。我请你。来来来，有请一号王翰，有请啊。看看在舞蹈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信号的传输啊，来来来。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来看看。发现你们两个挺有默契啊，就是教了那几步，我看你们两个就是那个整个的配合是非常有默契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感觉呢？跳的确实挺好的，跳得很好。他也很放得开。感觉人怎么样？人感觉挺好。挺好，哪儿挺好？人品挺好。跳舞能看出人品？这跳舞见人品吗？头一回听说。除了人品哪儿还好？长相身材都挺好。这是第二说的，那第一还是人品好。主要是我比较内向，比较幽默。30多了，然后也想找一个能多大？33。33。对，我也想找一个
能尽快结婚的。哦，因为不是小孩子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多留意留意啊，好，多留意，好好 好, 好，谢谢谢谢啊。来，现在是看看场上是一号、三号、十五号、十六号四个小伙子的灯亮着。啊、哎呦，选择灭掉两盏，剩下两盏回到现场，好吧？好，可以了。嗯。你给我们分析分析，在中间徘徊这个阶段发生了什么？嗯，就是我突然想到我妈妈特别喜欢学中医的。来，那接下来有请一号王翰、三号李阳，有请两位。全程热烈。问你最想问的问题吧。嗯，就是说如果让你们安排自己一天的时间，你觉得怎么样去调配你自己的就是每个生活的内容，会让你自己觉得更有幸福感？平时呢，如果在休息的过程中呢，我感觉美女咱们两个的性格很像，我是一个平时很有幽默感，但是如果你需要静的时候，我可以陪你去喝中式的茶，我也可以给你沏一壶很好的手冲咖啡。你喜欢的黑胶唱片我也喜欢，我也喜欢听一些摇滚，我也喜欢跟朋友去参加一些电音趴，而且呢，我也比较喜欢像一些地下的黑胖，看他们去 battle 的那个激烈的样子。我如果让我合理安排一天的话，如果咱们两个在一起，我可能会安排早早起来去吃一个很好的一个早餐，然后呢，中午的时候喝一喝，喝点茶，下午一起看看书，到四五点钟的时候，咱们一起出去逛逛街，看看电影，吃点东西，然后回到家，静静的在一起玩玩手机也好，看看电视也好，这个可能是我在，如果是纯休息的话，咱们的安排。我一天的时间就是上课，就是在给孩子上课，小学、中学、高中，包括本科给他们上课，没有其他的时间。那如果有一天给你放假了，这一天你会怎么安排呢？放假我会在家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屋子啊，我比较宅男一点。好，那对面的两个小伙子，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，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走到你喜欢的男孩对面，好吗？来，大家一起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